CP536 The Gift That Keeps On Giving 不断赠予的礼物项目等级 Keter 特殊送措施。由于 SCP-2536 的性质，对其进行物理上的收容是不可能的，收容措施将着重于人员在行骗事件中应采取的措施。为此，自19年12月23日起，收容措施的银本将于每年12月发放给所有 SCP 基金会雇员。若 SCP-2536 出现在基金会人员面前，人员不可接受任何提供的礼物，且应离开 SCP-2536 附近，并立即通知其监督者。由 SCP-2536 赠予人员的礼物仅允许在严格测试下接收，并将在测试后立即没收。描述： SCP-2536 为一棵圣诞树，挂有紫色及白色的装饰物，约2公尺高，主要由塑胶构成。 SCP-2536 的底座与一个喇叭连接，喇叭大声的循环播放威泽乐队的歌曲 I wish it could be Christmas every day。 SCP-2536 仅在12月显现，其在其他月份的状态未知。在12月期间， SCP-2536 将会出现在至少6名基金会成员面前，一次一人，且与这些人之间的距离无关。没有任何来自公众或基金会外人员的报告表明 SCP-2536 会出现在基金会人员以外的任何人面前。当出现在一位基金会人员面前后，一份按照传统圣诞节习俗包装好的礼物将出现在 SCP-2536 下方。该礼物被称为 SCP-2536 之一，包含被选择人员意识或潜意识中最期望获得的物品。若所期望的物品体积过大，无法放入 SCP-2536 之一，内部空间将变得远大于其外表。如果目标人员无视 SCP-2536 并离开当前区域， SCP-2536 将于3-5分钟后消失。 SCP-2536 最初被发现是在 SCP 突破收容后的站点封锁中，显现于326主管 Lader 的办公室。当时 SCP-2536-1 包含了战士二指 SCP， 并将其送回收容间所需的材料。临近研究人员对 SCP-2536 的检查发现以下字条贴在 SCP-2536 的底座：在我们最欣赏的就是诸位的辛勤工作，你们的同理心与正直品德激励着我们所有人，因此这是奉献的季节，我们决定为你们这些付出无数勇敢无畏的英雄们献上一份专属于你们自己的礼物，请好好享受吧，圣诞快乐，欧维森。附录 2536-1 SCP-2536-1 内容样本记录：人员站点主管 Lader， 内容物二指并制服 SCP， 所需的材料人员 Dr. Landis， 内容物几只活力充沛的威尔斯科技幼犬， DNA 分析显示这些幼犬的基因完全一致。人员 D25372， 内容物一名中年妇女和一名青春期前少年，之后确认为 D25372 的妻子和儿子。在简短的采访及 A 级记忆消除后，他们被安全地送回家中。人员内容物一块金手表。人员 Dr. Rance， 内容物一份本文档的影本，包括与 SCP-2536 相关的收容措施。需注意，此事件发生于19年12月23日前，因此 Dr. Rance 并未察觉到此为 SCP-2536 的异常性质。作为此事件的结果，新的收容措施得以实行。人员特工 Rally， 内容物未知。根据区域内得到的监控影像， SCP-2536 显现时，特工 Rally 正在潜入一个怀疑有 Marshall, Carter 和 Duck 有限公司活动的区域，其位置因此被暴露。特工 Rally 的当前状态与位置未知。人员 D39122， 内容物见事故 2536-1。 人员 SCP， 内容物见事故 2536-2。 事故 2536-1， 在20年12月29日，在09 SCP-2536 出现在 D39122 及其他数名非测试中的低级人员面前。在安保人员阻止前， D39122 从 SCP-2536-1 处获取了数支异常武器，他将武器分发给附近的地级人员，并试图进行武装突破。虽然叛乱很快被站点内安保部队镇压，但这次敌对行动引发了数起 Euclid 及 Keter 级的收容突破，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并迫使站点被封锁。
事故25362之二，在2020年12月日对 SCP 的测试中 ，SCP 5536出现在其面前。SCP 从 SCP 5536之一中取出了一个小型装置，外形与其种族原有科技一致。启动设备后 ，SCP 从赛十一完全消失。推测其已将自身传送到地球上某个当前未知的位置。目前已证实 ，SCP-536 会将基金会收容下的项目及实体视作基金会人员。以上就是 SCP-536。简单来说 ，SCP-536 是一棵圣诞树，会在12月时出现在至少6名基金会成员面前。树下会有一个礼物，被称为 SCP-536 之一，里面会装了这个人最想要的物品。不过基金会成员包含了递件员和被使用的 SCP。今天圣诞夜，在这里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喜欢。不喜欢的话就不喜欢吧。希望做什么 SCP 有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就这样，拜拜。